望呢，其实一切都有主的安排与带领。你就这样，往往让我们造成许多心灵上的空虚与不安。对于人生，我们有时也会觉得疲惫无力。回转吧，让我们回转在神的面前，让我们祈求圣灵的充满，并单单的定睛于神。交托吧，一切交托于神，一切劳碌重担交托给他，他为你恩典为我们冠冕。现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寻求他的面，再次的充满我们。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。
手，仰望恩典。